讲到即马国小咧上课，一礼拜拢会排一节本土语的必修课，学生会当选要学台语、客语，也是原住民语这等等的语言。不过，若本身有咧讲母语的家庭，就家长咧反映讲，这课本太过简单，囡仔颠倒是无啥想要学。台北市的公馆国小针对台语课，就另外阁开一班进阶班，学生上课嘛拄挑战性。叫声叫吼，叫再来四声，四声阿公，四声阿公，爱听大海螺。学生读课文，老师那补充小上的字词，让学生了解子孙的囝囡仔的囡有啥物差别。这是公馆国小台语课进阶班，也是台北市头一个有甲台语课做难度分班的国小。负责上课的陈金泉老师表示，在进阶班的部分，都会阁另外增加发音练习、基础扩充、语句文化等等。较轻的字就对啦吼，啊因有得讲啊，但是咱说既然有人爱文字化嘛吼，所以囝。甲囡仔，迄个字无共款，我就会甲列出来做讲，啊，顺续甲解说。所谓学习其实吼，嘛是爱以迄个学生学员的迄种能力程度来做调整啦。啊，这绝对毋是用一本课本来当安来讲的。台语老师嘛建议，现有的教材若是一年级分别出进阶班，对教学是愈有帮助。公馆国小的台语进阶班教当已经实行两年啊。校长表示，因为校内有真侪有意识地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的家庭，这囡仔已经有基础的程度，照课本教对囡仔来讲上简单，无挑战性，却颠倒较无学习动机。所以家长就重点向学校建议加开进阶班，学校嘛争取到台北市教育局的支持。如果讲咱的师资无问题。好啊，有可能讲，或者对台语的基础真好的囡仔，啊，平平地讲阮这台语上的时间，台抽出来，吼，对这个讲好，还是讲有兴趣讲的，单独个抽出来，啊，上的课程都咪基本的啊。目前来讲，只要政策会当支持，阮会吼这个方式继续啊延续落去安尼。公馆国小的台语课，予学生家己选要读普通班，还是进阶班，拢总分做低年级、中年级和高年级三班。只要有学生，因都愿意请老师。校长讲，两年来上课的反应袂歹，伊嘛希望甲进阶班继续办落去，予学生对台语愈学愈有兴趣。记者卢尚书、曾俊友台北报道。